开错小店儿在庄村，金银财宝我不好，转打人间抱不平，转打人间抱不平。只要身量矮小，练就纵跳飞高，长夜岭上开店，打劫恶霸土豪。在下狐狸，大哥狐莲，小妹狐赛花，二老爹娘将我生养下来，见我长得十分的丑陋，就要将我致死，多亏了家人胡贵救下了我的性命，使我自幼爱惜武艺，练就飞檐走壁，在这长夜岭上开了一座店房，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。不想昨日扬州的骆红勋骆公子跟他的管家于谦逃在了我的店中，是他言说在酸枣岭偶遇八戒那个混小子，二人言语不合争斗起来，那骆公子一时失手将八戒刺死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，那八戒之母马金帝是出了名的母老虎，他岂肯善罢甘休？我得想个主意搭救骆公子逃出虎口。小二，有，有请你家大爷。是，有请大爷。来了。凡尺愚兄莫非是为了骆公子之事吗？可不是嘛，那骆公子在酸枣岭误伤了八戒的性命，那八戒之母马金定为了给他儿子报仇，必定带领手下各处搜寻骆公子的下落。我想咱们这儿可不是骆公子的久留之地。二弟言得极是，你看今日天色已晚，不便行事，待到明日清晨护送骆公子去至花家寨也就是了。大哥说的不错，我也是这么合计的，可我不放心的是，那马金定今儿晚上要是搜到咱们这儿，您说这可怎么办？那马金定不来便罢，他若前来好言相劝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劝他回去也就是了。哎呦我的哥哥，您这话说的可是真轻巧，他们八十九门就这么一根独苗让骆公子给刺死了，就您这么两句话他就回去了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依你之见呢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依我看咱们还是先保护好骆公子，还要看住他的管家于谦，若遇什么风吹草动千万不可莽撞，那马金定真要是来了就只有我来对付他。那马金定武艺高强，二弟千万不可莽撞啊。大哥但放宽心，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，那马金定要是蛮横不讲理，我就跟这只母老虎较量较量。二弟千
堂啊！哎，朕那是但愿金鼎不到此。嗨，他若到此，我担成。我开门呐！怎么磨磨蹭蹭的？再不开门，我可打进去了！
我说这个九嫂子，老梅上兄弟我这店里头来了，丑不冷子来一趟，这么东张西望的，难道说兄弟我这店里头还有什么歹人不成吗？哟，我说兄弟，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们家的事儿我哪知道啊？只因我那儿子。儿子往哪儿派？你那侄子。哼，带领孩子们到郊外演拳，来了个扬州的落红勋，为他往日无仇，近日无恨的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就他一见呐，就把我的儿子给刺死了。什么？一见就给刺死了？可不是吗？哎呦，坏了坏了，出了人命了。哎，九嫂子，你可不能轻饶了他呀。饶他？我要让这小子给我儿子偿命。对，叫他给你儿子偿命。哎，九嫂子，那骆红勋把你的儿子给刺死了，你不找他去，跑到兄弟我这店里头干什么来了？兄弟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带领孩子们四处都搜遍了，并无骆红勋的踪影。我想那骆红勋他怎么样，是不是藏在兄弟你的店里了？哎，嫂子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呀？我和那骆红勋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，再者说了，我又不认识他，他怎么能藏在我这店里头呢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我可就要啊。你要怎样？我要搜搜。怎么着？你要搜搜我的店？我搜陆红勋。好，你要是在我这店里头搜出陆红勋来，兄弟我领个罪。要是搜不出来，你便怎样？搜不出来，嫂子我领罪。就这么办，你请搜。你闪开。干什么？你身后头是什么？立柜。我知道是立柜里头藏的是什么？兵书。我看不是兵书。不是兵书，是书兵。但是书兵了，我看是陆红勋。他怎么样？藏在里头了。你说那陆红勋在这儿呢？哈哈，没有。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就把这柜子打开，让我看看。嫂子，我这柜里没藏着骆红勋，怎么连兄弟我的话你都不信了？少废话，给我打开。那我要是不打开呢？不打开啊，可就别怪嫂子我要用刀劈了。哎，嫂子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哪那么多不是？你手提钢刀闯进我的店房，硬说我藏起了骆红勋，把我这小店的鸡着杆栏你搜了个够，这还不算，还要用刀劈我的立柜。我说嫂子，你这哪是在搜骆红勋呢、啊、简直的是搜兄弟我来了吗？哟，我搜陆红勋呢，我搜你干嘛呀？咱们今儿个把话说开了，我把这柜子打开，里头要是藏着陆红勋呢，就连他带我一块给您那宝贝儿子偿命了。要是没有啊，哈哈，你要怎么着？你还想活着走出我这个店门吗？你等着。回来，你干什么去？我拿钥匙给你开柜呀。这不结了吗？哼，我说九嫂子，
你当真要搜？当真要搜？果然要搜。我干什么来的？好，那我就给你个搜搜搜。兄弟，你要跟嫂子我动手啊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是给我走啊！你倒是躲开这儿啊！你倒是给我走啊！动手，你还成？拿着刀回去吧。嗨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我给打发走了，不知仆何去安身？投奔花家寨去吧。好，告辞了。什么？以防万一，待我府里送你们一程。